非常的辛苦，也很寂寞。那如果有亲友做后盾，再能支持的话，相信大家是更有动力，持续的走下去。那谢谢大家。那我们台北市中国化学研究会到今年62周年了，历史是蛮悠久的。那对于当初成立的宗旨啊，就是传统传承中华文化，发扬传统水墨的宗旨。当然呢，我也是一样的啊，要承袭下来。所以我也希望我们所有的会员可以一起陪我走下去，来做完成我们艺术人的一个责任啊，同时也能够把我们中国的一个国画的一个独一无二的创作艺术的延续下去。好，那大家愿意陪我一起走下去吗？很感谢各位啊。那我们今天最主要的目标啊，其实就是欣赏现场的作品啊。那我也不多说话了啊。那我在这里先祝福大家平安喜乐，事事如意。那也祝我们延展圆满成功，大放异彩，谢谢。